随着气温下降呢，又到了这个冬储大白菜的销售季节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新发地，看看这边的冬储大白菜的一个销售情况怎么样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冬储大白菜主要来自于河北的玉田县，市场上的这主要品种呢有秋绿、北京三号、五号，还有黄心等品种。商户表示呢，今年这个大白菜的销售情况比往年相比要降低了一些，主要原因呢是市场上的白菜量比较大。今年大白菜啊，大丰收，今年大白菜价啊，就大伙说的大白菜价，哎，特别便宜了。今年气候特别好，跟往年不一样，气候特别高，所以北方大白菜还没退市，南方大白菜已经上市了，就是重叠上市交易。所以价格上会越来越低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